嘿、he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兔哥的决斗城堡。这次要介绍的是重获魔牌组，这个主题相当擅长与陷坑类陷阱卡配合，令对方的展开频频受阻。今天就来看看这副干扰能力强大的超量牌组吧。首先是他们的优点，本家怪兽的效果可以很好地和陷坑类陷阱卡配合，频繁干扰对方做事。另外即便使用了主题专属的技能，他们的限制也不算多，还可以搭配许多优秀的泛用超量怪兽。接着是他们的缺点，首先他们既然是以陷阱卡为特色的主题，那么就来重点拆除对方后台吧。另外他们相对不擅长后攻，可能没什么管道应对对方的干扰。接着是牌组构成的环节，主要的核心卡牌有以下这些，马上来开始介绍吧。首先是特莱恩的重获魔，它的效果一是优质的卡牌检索效果，可以借此来检索后台，让稍后有更多的干扰手段。效果二是不错的特召效果，特召上场时可以顺便拆个后台。下面顺便再分享一些本家常见的特召方式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。效果三是主要牌组本家怪兽的共同效果，但要注意某些特例，比方说弗雷西亚的效果，虽然说是套用某张陷阱卡的效果，但这还是归类在怪兽效果。接着是蓝卡的重获魔，它的效果一是优质的本家怪兽检索，刚开局的通召点经常是给它或特莱恩。效果三的用途其实蛮广的，可以闪避较常见的拆后台手段，也可以把较难发动或是假后台换回手牌。接着是帝奥的重获魔，它的效果一是相当稀有的本家特召点，是除了技能之外能轻松凑出超量素材的管道。效果二是优质的墓地资源回收效果，可以视情况回收当下需要的后台。接着来简单看一下其他本家主要牌组的怪兽，他们也不是说不优秀，但在效果方面有比较多前置条件，或是要绕比较大一圈来赚资源，而且本次配置的技能也能轻松调度他们出来，在数量上其实也不会那么迫切。首先是阿特拉的重获魔，它是最早登场的本家怪兽，如果核心卡牌没有抽满，大多会补这张来凑技能条件。它的效果其实也不差，可以直接从手牌发动陷阱卡，还蛮强势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没存在感的效果，那就是当它在场上的时候，陷阱卡的发动和效果都不会被无效化。如果把它叫到场上，抽到后攻时只要稍微安排一下，就能直接用狡猾陷坑来破坏对方的阵型了。接着是核藻之重获魔，同样有着重获魔相当稀缺的特召点，但是送一张后台到墓地，就意味着技能硬的狡猾陷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了。它的另一个效果是墓地效果，可以回收墓地的相关后台。接着是玄离之重获魔，它可以解放自己回收墓地的陷阱，再从牌组调度另一张，基本上防守层面就稳了。最后是卡兹拉的重获魔，只要它留在场上，我方持续发动相关后台，就能从牌组调度本家怪兽到手牌或场上。但以目前的环境来说，这样的节奏可能偏慢，多拖一回合都是给对手机会逆转。接着来看一下他们的本家超量怪兽，首先是阿洛美勒斯的重获魔，效果一是本家超量怪兽的共同效果，这使得某些阴间牌组很难从他们身上赚到便宜。效果二是优质的墓地特召效果，效果三是还不错的变相干扰，让对方无法正常运用怪兽，连墓地效果也不给对方使用。最后一只是这副牌组的王牌定场怪兽，弗雷西亚的重获魔，效果二可以提供本家队友相当优质的抗性，经常会是我们第一只做出来的超量怪兽。效果三是相当优质的干扰效果，几乎能保证换掉对方一个动点。接着是选搭卡牌的环节，首先是洞或是陷坑的通常陷阱卡，这是必须要选择的。我贴出来的这三张算是泛用度比较广的，其他也可以针对环境来进行选择，像是非常针对额外牌组的时空落穴。再来是强力单卡的部分，这部分就真的是选择了，其实把左手边的陷阱卡带好带满，就足以造成对手不小的麻烦了。最后是泛用超量的部分，重获魔的进攻能力并不优秀，这部分就要靠这些泛用超量来弥补了。有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组出这样的牌组。接着是核心卡牌的获取管道，看似很好组，但难的地方其实是那些陷坑陷阱卡，几乎都分散在不同的卡盒，
接着是推荐技能的环节，本次会使用重获的模型庭园，这是相当强势的主题专属技能，效果一弥补了这个主题特照点不多的缺点，基本上能保证演出至少一只超量怪兽。用这个技能效果较上场的怪兽无法发动进场效果，使用对象可以参考核心卡牌介绍的分类。效果二可以轻松调度任意本家资源，让我们在配牌方面可以降低某些特定功能的本家怪兽，使得牌组稳定性有显著提升。最后来看一下这副牌组的常见玩法，我个人会将重点摆在迅速且多次发动狡猾陷坑，借由这一张强大的陷阱卡来快速拉大双方的资源差距。不论先攻还是后攻，第一志愿理论上都是同时兼具干扰能力与破阵能力的弗雷西亚，和技能效果一配合应该不难叫出来，如果真的叫不出来，应该也表示手上有不少强力后台，有很大的几率不会被对方一波带走撑到下回合。先攻的剧本就很单纯，叫出弗雷西亚之后盖下强力后台结束这回合，并在对方回合各种干扰其牌组运作。如果抽到后攻的话，记得要用技能效果二在牌组印出狡猾的陷坑，这样弗雷西亚的效果三就可以套用狡猾陷坑来破坏对方的阵型了。最后来讲一下重获魔的进攻模式，他们本家目前还没有攻击能力较强的怪兽，主要会靠霍普小型系统或是玄坏的维斯佩奈特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。最后来看一些实战画面吧。
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上片通知哦。